三层是以这个站台功能为主啊，B 二层是以这个候车厅跟这个城际铁路跟轨道交通的换乘为主啊。B 一层呢是承上启下啊，连接地上的综合开发跟地下交通功能，是一个城市层啊，更多的是给这个大家在地下建立一个便捷的便民设施啊，包括活力的一个场所。